让他去上路，我去下路。我们这一群先锋军，峡谷先锋，都是先锋。哎，你挂机就不好了吧？可以。我打谁啊？我打老铁。你觉得他伤害抢得到吗？啊，这么痛的，过分了吧？别锤我。对啊，这个连招很标准的。哎，好痛啊！这个人对线。别吧。这就差一步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我买了双鞋居然滑不过去，这一刀滑下来一血，好吧，人头就有双 buff 了。可恶。我就不应该过去了，但是我不过去这波肯定炸了，他们追得太深了。哎，三级打四级不好吧，给个机会配药吧。痛痛痛痛痛痛痛。他没法师，我看出来了。他们派了一个百里守约中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这都能死。哎，我刚才屏幕怎么滑歪了？这啊，这是啊，we'll be right back.
什么鬼呀、啊？难受。九级双 buff 的神仙，我真的是招惹不起。打不过这个兄弟啊，这打了他永远比我高两级，我真的没办法跟他打好吧。比较麻烦。
他这个大招怎么好的这么快啊？他这个波团最起码放了两次大吧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人可以，我感觉这是个老狂铁吧，这么会玩的。太可怕了，我觉得他要不想一想，我觉得他打不过他，主要他那个盾对他没用啊。啊，这个狂铁这个兄弟真的是有点强，顶出去，顶他，哇，真的是急死了。真的是妖怪吧，这个大乔也是会玩的，一天到晚来笑我。哎，太可怕了吧，会玩的大乔还是很恶心的。他放个狂铁过来打一波，然后把狂铁传回去，然后狂铁再过来，哦，真的是妖怪多。你别说不难受，他现在就是要么放典韦过来打一波，要么放狂铁过来打一波，打完后就传回去。别，不可以吧？哎呀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真的是急死我了。别吧，啊，这又把人叫回去又送过来。总感觉他有大招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人丢了几次大了，我真的是醉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
气死我了，有人不停的回血丢大。这狂铁备战可以看一下呀，暗影战斧不扬征兆，不死鸟之眼冰心。哦，他比我有钱，我说我怎么一下打不死他，都是一万经济，我这个八千的人跟别人打，哎呦，我急死我了。你说他跳不跳？他这里丢个二技能，哇！哎呦，急死个人呐，真的是！他一串子弹就打不了了。冰心还有没有用呢？感觉没什么用了，还是不祥征兆吧。不祥吧。哎，讲道理啊，这个狂铁玩的是还不错。嗯，现在我们就还是跟着这个张良走，张良捆一个秒一个就行了。哎，主要这个大乔真的是太恶心了，我真的是要吐了。好烦呐、啊，这个大乔。应该一波了。啊，没兵线，哇！出复活甲还是无尽战刃呢？
哎呦，把我血量都放下去了。哎，这怎么我倒了？这其他人都活着的。哎，完了！哇，好好好好，别倒了一波的。我这复活甲好啊，这无尽战刃好呢。回合制了解一下。不要反甲，来个飞天金身，你别闹啊！这后面加分就加的少了呀，这加一分才16分。我是最强王者参见，我不轻易叫神仙，我是最强王者参见，我的团队一时都超。